好，我们拿到鬼师傅的指令哈。然后嘞，要自己看是不是？还要自己看啊？王八蛋呢？在哪里啊？啊干，在哪里？啊，对对。养精蓄锐后，望月指使前来中央广场习艺。OK， 校服进去干嘛的？即使在激烈打斗，也能保护自己免受致命伤害。哦，晚上又要和鬼师傅练功了，得好好养好精神才是。广场在哪里？这里吧。师傅，没人跟踪，你可以出来。定期考验我武功吗？来吧。哦，强哦！没死。啊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鬼法气功。啊，打赢了。本月鬼指令，修罗刀法。师傅每次都神秘兮兮的，武功司令有时打得我遍体鳞伤，有时候故意放水，鬼我哀求他不从武功，不去理他，丢一本秘籍，打个筋骨酸痛啊！哎，也该回房休息啦。领悟一下啊，领悟一下，领悟这个修罗刀法。这个是无属性的，好，是啊，睡得真舒服。不对，怒火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吧？该检讨一下，哎，检查一下本月鬼指令交代是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吧。公子，我有足语的能力，只要担任领队，就能与动物交谈。假如能帮得上忙的话，阿总莫名其妙的跑出来了。三个方向一起按，哦，这样吗？我先换一个队伍。低血压一公子，我加入邪恶的印记，非常消耗火狐的灵力。每到满月就必须吸收幼华补充灵气，不然岁月体力差的时候更化成原形，越升越弱。这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吗？好，好，就这样。这里的好感度会加5哈，你有触发的话，会好感度会加5。地狱夫人，你看看，这几个多大的签名，还有画押。嗯，武艺，你像天之星客栈上街了11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
按照这份借单所载，要是月底之前凑不出1000两，你就给拿你这只屋子抵还哦。没错没错，有夫人在此主持章法，料你不敢抵赖。哭哭，虽然平时好姐妹一场，这关头也只能秉公处理，月底限期执行契约了。慢着，这1000两我会在月底之前交给天之星，赎回房子。哟，你这鬼小子，不要淌浑水，这1000两也不小数，你要是一时二刻吐不出钱，那就准备被打得吐牙。不好意思，麻烦少侠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鬼师傅交代的事情弄不好，那才有天大的麻烦。这样吧，既然小鬼都应承了，天之信都等着月底收账。要是办不成，再取屋子也不迟。我比较好奇，取屋也去哪里弄来的房子？哎，你撞我！哦。嚣张哦！你这样撞我，你也老大不小，别整天迷迷糊糊的，沾点智慧好吗？你也是让我这个虾兵出马收拾，你怎么跟鬼师傅攀上关系的？好，走路。啊，娘娘，不，是玩秀才，好学的又来跟你讨教了，此相。四块之口，真应给人弄些个那个小名额。那也是我听人家说的嘛。何事见教？最近我手头紧了点，先生可有这个融通融通？朋友有疏财之意吗？一者我也非亲非故，亦非深交，不必扛那论财的单子。二者。小可不过一介书生，虽非家徒四壁，屋内也是书册、生活用品，实在是莫可奈何啊！难道我们俩这些情谊，只换来这几句话？你别哭，瞧别人伤心的，而家也是要落泪的。穷归穷，这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。快教教我！婆婆妈妈的，大男人吐一句话这么难吗？你将这块岩石交给金姑娘，她应该有办法的。可是这个地狱啊，不是，这金姑娘最讨厌一切有关娘娘你的事物。哎，金姑娘事务诚信，最近想请57殿的司马鸿章强化锁头的离火圈的威力，需要这块料，她不愿受我的露点之恩，点露之恩，所以才需借贵手转交嘛。好，待会看一下哦。得令，我会转交给他的。话术5级才会成功，我有5级了吧？有8级了。小鬼，天之星可不是一把钝头刀。金姐姐，小丽如愚拙，特来请教一件事物。什么事物？你打来弄来这件东西的？这是秘密。这块岩石，火焰山头七重峰层层烈焰烧出的东西，会找到我手头武器离火圈的重要矿石。这石头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，假如能帮助姐姐的话，就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姐姐没什么东西可以赏你。有了，姐姐传你一套巨金的心法。战斗后获得金钱提升的要领我知道，谢谢姐姐。啊，领悟。你干得很好，人家高兴，今日传你渡气的招式。以自己的真气回复队友的体力，我领悟的，谢谢娘娘。好，混小子，你没事就是想搅老子铺好的牌局是吧？好小子，算你狠，硬是赚出这些钱，没事就滚。公子，二郎回借据。
哎，这句还来？哼！公子，你帮曲姑娘这么大的忙，要是累了就回家里休息吧。哦，天之星现在是哈哈尔客栈的老板哦。陆虎，陆虎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跟我玩捉迷藏啊！好饿，平时起来都陆虎吃好的早餐，弄好的早餐。奇怪，今天又不是满月，陆虎到底死哪去了？也不说一声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不折被子。等你回来，我就好好说你几句。陆虎，你赶快回来！陆虎，我不骂你，我不骂你了，求你快点回来。不对，陆虎这七年以来一直是顺从乖巧，这会太平常，只要他不在我身边，所有事情都不太对。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陆虎给找回来。他狗粮养的，不能拿个畜生。把我后面金龙里两个大小家伙全给我吃了，你看，这是证据。牙力嘴巴快的畜生，别给我逮到！瞧我用十几种活烹方段，慢慢折腾成菜肴。哎，你手头有一大把没用的鸡吗？送给我好了。你等着，哪天离开恩恩国之前，记得找我要东西。我刚用那把一大把金毛做好一件羽毛衣送你，希望你天冷的时候可以穿上。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啊？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诺虎？有，早上瞧他身上长满金毛和鸡血，这有他做的早餐饭团，托我要转交给你，就急匆匆的跑掉了。那你怎么不送来给我？诺虎，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？没有耶。快跟我来。对不起，陆虎不在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过来，这个呆瓜。你知道陆虎在哪里吗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，我引路比较快。好笨哦！哇，这个是狐狸头啊！公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好。因为这边选3的话，好感度会加10哈，所以太多了，所以我们选1。1跟2都是加0啊。你终于知道我的真面目了。没错，就像那只猫儿不偷腥，我最爱仙姬的味道了。你喜欢吃仙姬没有关系，我会跟客栈买给你吃。但是也是杀光鸡群，这未免有些残忍。没办法，人家每个月都要试血一次，不，身子不行。何况人家胃口越来越好了，可能是有了。什么？公子，人家跟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7年，有什么万一也是来自常情，你不会不负责吧？胡说，为诺虎清清白白，你不是诺虎。假扮陆虎的妖贼，难怪天之星要卖你狗养养的。什么什么养的？杀死你！哎，
第六拳。哎，不早讲，你早点讲嘛！好混乱了，啊，混乱自己砍自己哦。干好弱，又混乱。好，靠面积打赢了，哈哈。虎鹰，你又在捉弄人了！啊，姐姐欺负我，小哥哥要替我主持公道，还敢说？竟敢假装弄我骗我，你太调皮了！怒虎姐姐动不动就说公子如此如此，公子那般那般的，人家都怕姐姐被顽固子弟骗财骗色，是大好青春才出此下策的。我有这么坏吗？你越长越大，不能老是黏着我。姐姐知道你关心，这次就请江公子原谅你好了。诺古说原谅，我就饶你一次。这样啊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会跳舞，就叫姐姐跳舞，当作赔罪吧。让敌人损血，自己补血的女性专用招式，我懂了。诺古，你是怎么了？你可知道，你一不在，我就浑身不对劲。我，诺虎，你是怎么了？我好担心你。这说到话长，总之库里来了妖物，我为了追他，才回来这里的。但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？公子，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吗？当然。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魔家楼的事。我是火狐族的事情，公子知道了，知道一点。为了报公子之恩，奉告族中长老，得以七年为期，压制魔家楼的印记。七年了，今限期已届，按族中也方能划清缘分的律令，我必须，长老不让我离开，连一句道别都还没有跟你说。别哭，我都晓得了，今限才有如此不合理的律令，让我去跟长老说说看好不好？嗯。哎，他怎么突然？哦，好了，哇，好大只哦！动手，给我拿下逆女，足足咬人。我靠，怎么有点强啊？哎，他怎么了？好弱。
写着问号问号。这是要打赢还是打输啊？好，快打赢，快打赢了。九等升到十五等，长老。孩子，族中规制是纲纪，是法常，是维族族中兴旺的基石。千百年的活活历史以为明证，千万不能打破啊！臣是族主，世风日下，人心险恶。一旦牵手姻缘，永生不离烦恼。你已报偿魔家楼强取解救之恩，顷刻必须归防族中，否则必将引发不祥之事。是啊，懦夫，你别忘了十余年前二级离开本族，闹了多大的风波。天若有情，天亦老。越怒无恨，越长远。二姬离开是殷少的话语吗？他甘愿为爱牺牲一切，试了四周，永是不得与火狐族有任何牵连。这是你的本意。张娜，我也不懂。但我看江公子不是坏人，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因果循环，天命难违，弃我族类所能抗衡。但张老，求求你，若有任何可行的方式，诺虎都愿意。你一直遵从教法，守身如玉，是本族圣女的备选人员之一。要是愿意荣耀我族，担任终身奉献族人的火狐圣女，如此。我能够答应，那你再陪他一年。姐姐，你要三思啊！火狐圣女，那就是永远不能再相见。但事到如今，难道见公子被魔家炉引折磨而死吗？我答应，姐姐。强公子，诺虎可以暂时交给你照顾，但是请你帮忙解决一件事情。有诺虎帮忙，就算十件事情也没问题。最近有个百年道行的猛虎，快要修炼成精，为苍白上黄明老道一路追杀至此。他沿途吃了无数家禽家畜，补充体力还不够，这下还想占据仙狐洞，麻烦公子替我们除害。诺狐，这是你沾到鸡毛鸡血的原因吗？嗯。诺狐，你可以到江公子四处逛逛，准备好了就来找我，我再将你们传送至望月台，对付吊河白虎精。好，你准备好对付吊河猛虎精了吗？诺虎，请你提出除害要分外小心。长老一直把我当作孙女儿来看待，诺虎知道的。我手头有四草木之灵神仙，能在战斗中进行回复，现在赐予你。谢谢长老。九尾仙狐林燕琪，八方献华光，送狐儿。嗯嗯嗯嗯。哎，
臭饶的白狐狸丫头请你们来的。大胆妖孽，滥杀生灵，能不能侮辱长老？天师先恨你露骨，做给他让你开眼瞧瞧什么是活泼的艺术。腹中之餐焉有多言，受个死吧。哦，谢谢这问号。嗯，还是很弱。再砍他的三刀。还没死。哦，白虎丹。老虎尸体。长白老道碎剑。江公子剪除害人狐精。老虎带我如果向你说声谢谢，那我虎就有劳你照顾了。那我虎好好侍奉江公子，还有别忘你对火狐族的承诺。是魔家族的怨言吗？好，车官我养的鸡子鸡孙就是大同剑，好好好好，看我怎么抛死你这家伙。哎，小鬼头，这虎精的尸体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嗯，好，回家。是谁？是谁毁我爹的墓？公子，那我留书一封。展现独揽，衣冠虚肿，八载祭祀有余，亡父血仇，千里茶荡莫忘。高人指点，要我出江湖探查，调查附近血案。诺狐，我们该重出江湖了。是，涉入城市，火狐的业障更深了。好，你就找那该死大虫，咱们恩仇两泯，而后可谁也不欠谁。来，这颗猎狐丹送给你，记得啊，小伙子血气方刚，不要轻易服用啊。他不是熊猫，他是浣熊。我会祈祷你出外一路平安。哎，他不是送我金元点数吗？他没有送我金元点数哦，他不是说送700吗？这样没送，好吧，走吧。七年了，重游旧地，人事已非，不胜唏嘘啊。公子在这城中可有故人，何作此叹？哟，这不是咱们七猪跟马打仗，一座船员玩青梅的死党小虾吗？这几年来何处死去？你知道怎么被你娘修理多惨，哪里弄来这种飘飘美眉？哎，小巧，你不要叽里咕噜连珠炮乱问啦，已经答听得没头没尾，不如找个地方边吃边聊。死性不改，没两句话就都会吃这个字。这两人本性倒是没什么变化，秀龙大佬是跟着悄悄跑。古鱼民以食为天，产地不均，我也想问问你们两人的状况呢。那好，废话不多说，
我跟熊大赶快去客栈订房给你接风洗尘，要来哦。噔噔噔噔，好。小虾，你的房间在隔壁。在隔壁。早点睡饱，明天带你重新游安庆。游安庆。再谈谈大家这几年的际遇。的际遇。哎，我们两个人住一间房间。不是吧？啊，好多宝物。刀山地狱拳。啊，我没拿宝箱。这该好好休息，明早打量清楚后就着手查害死爹的魔面贼子。有时候拆墙线的地板要查个清楚。这位侠是不成啊，人家客官都要休息。闪一边去，武林大师其实早就无所的明白，闪楼走。师兄，找到油袋子，但是空了。好家伙，作为武当审讯。来者何人？为什么对我们用枪？吾等武当门下子弟，奉命捉拿弃贼。我们没偷任何东西啊。还敢狡辩？这只油袋子是最好的明证。你偷东西藏哪去了？说没偷是没偷，我们恰巧住房。废话少说。阿姨，你打我。九尾尾巴是要1000分，没错。打好像不太痛了。打赢了，糟了。上了武当大派的手下，实是恐难善了。妖灵剑法，哎，瞧瞧他们嘞！小小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哟，哪里不好了？小虾一场和爹的智谋，一个人可以冲两个人用。他们深陷不知名的阴谋，自己的本事不行，这时候难道不躲大树头下给人顶着？有道是患难同当，7年前给他娘闷到臭头，小虾有义务要还这个恩情。咱们还不都是你去偷武当的油袋子？嗯，你在那里嘀咕些什么？我去办事的时候有拜托你吗？是谁跟着我的鞋印子不放？要不是某人块头大露了行迹，武当小狗爪子能站上本官人一脚？人家担心你吗？又不是百战百胜，上次被曹帮捉还不是靠轩辕大叔出吗？那是住房的事。你已经跟我同一条船了，还提这件事？小虾这聪明，让他帮忙吗？一定将以往欠我的银两打消兼倒贴利息，说不定连他娘那一份都带掉。天下却有如此便宜的勾当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借油袋子这锁子，把小虾圈入共犯结构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他自然会帮咱们破除谜团，消灾解厄。好巧巧啊，没想到数年不见，赵面就阴我一柱，是我处事不惊，误交匪类啊。啊，七年不见，身手更上层楼啊！轻松通过武当的考验。熊大就算了，你是49减11吗？正以如此大礼对待好友，敢问油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小虾，别生气，当务之急，咱们要先一起看底啊！油腻腻的地图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来了来了。小小，你转移话题啊！别让人死得不明不白的。哼，武当大爷们，这人称翻江倒海一条龙的小虾大侠，这指导我们行动方针的领袖。什么系统共犯，全都拿下！公子危险！我什么时候变成翻江倒海一条龙了、啊？还什么嘞？逃跑！谁叫我们是死党呢？啊，他们跑走，结果在我们队伍里面，什么东西啊？